好朋友，我这么所徛的这里，台北市政府的捷运在出口，这出口咧，就让我想起，OK 哈，好，各位花钱，大家好，我是金学林金律师哈。那我们共有的土地哈，总面积一共有92457.3平方公尺，我们打算依照奖励土地所有权人办理市地重划办法第八条的规定，发起成立台北市士林区百亿农艺园艺林务产业科技园区自办市地重划区筹备会。那我们准备要向台北市政府来申请，那请台北市政府来准予我们的核定。那在申请过程当中，我们所有的共有人需要减负，就是都市计划第几套绘图，还有土地地号清册，还有土地标示表，还有所有发起人的同意书，那所有土地所有权状影本，还有国民身份证影本。那如果说共有人是公司行号的话，必须减负 法人登记证明文件及其代表人的资格证明文件，以上这些文件请共有人准备好，那并且送到我们这边来。那我们是委托李丰玉代书来帮我们处理。好，感谢各位。好，谢谢。各位大家好，咱讲民事就好，民事啊，我都好解，我都调解。你就好解调解，如果你也无到好解调解，就法院判决。大家好，我是迄个台北市士林区百亿农艺园区艺林物产产业科技园区自办市地重划区筹备会的代表人哈，林宗勇哈。那我们来筹备这个总个面积，我们在这个总个面积有15万多平方公尺，那我们发起人有21个，那现在占的面积也有9万多平方公尺。那我们发起人现在已经陆续都在用印之中哈。那我们希望说这个发起的作业哈，能够尽快的完成哈。那赶快送到市政府去，让市政府去参核核准，那尽快的能够完成这个，我们让我们这个，士林区这个翠山段这些土地能够活化起来啊，也让我们这个土地的持有人能够有一个活络的一个资金啊，那希望我们这个发起人能够赶快完成用印的动作啊。那目前我们已经有将近21个发起人，我们也将近有已经有一半以上完成用印了那我们会陆续赶快在这几天内，我们要进行去送件到市政府去督根。那规划范围的图那是不是得跟大家讲一下？那我们的规划范围是整个这个图案是在这个上面这个图案规划出来是一个农牧用地还有生物科学的用地那有希望说这个我们自主的重划是能够土地的重划能够很顺利的完成谢谢谢谢谢谢。各位朋友大家好这是无一点关系上三个单位来政府台北市政府行政部这个暗时录音的杂音较少今天最主要是强制执行的案件，强制执行的案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另外就是汇错账户，爱起诉汇错账户的部分，就是当事人来起诉。因为这卖人就足奇怪，钱汇入去口座，结果钱也无爱还，结果讲公司也办清算，这有啥物法律问题？大家脑力激荡一下。我11月24日。台委就是去上行政法院上这个行政诉讼补充状，当然嘞，是安那被告台北市政府蒋万安，其实这是柯文哲任内所做的代志。各位朋友，我常常爱讲，法律和商场如战场，
我之前讲法官，即有一个凭票支付，啊，即个是发票人，啊，即个发票人的抬头，发票人的这间公司的发票人的抬头。法官讲，即个是收款人。我啊，法官讲，这毋是收款人，这是发票人的抬头。我今仔先讲的原因就是，法官专业。也是盲点，先罢话，总统、副总统先罢话，啊，恁有去修学分无？三点就是讲，咱中华民国伫台湾叫做台湾是民主、自由、法治、人权的国家，每一个人拢爱遵守，啊，所以这边有选罢法，啊，话来讲企业会选，啊，郭台铭退选。这种后盖拢真精彩，含我因为我无要去讲这段，我是讲你160分之9已经过予恁这个王兴的小弟啊嘛，王兴小弟指定哦，伊的这款人嘛，啊，所以我一直咧讲，这个社会变质就变成爱有诚信的原因就是啊，讲话爱算话，啊，袂使安那变来变去，啊，我有讲过，你若爬斜坡，你就讲出来，啊，我是因为安怎爬斜坡啊。来跨党派推荐，你得爱事先去协调。啊，当然啦、啊，我引用五六天讲一句话，讲先拼先拼死搞一天。我之前我都安尼讲过啊。2024年的总统选举也是蓝绿大对决，啊，绝对蓝绿大对决。啊，你来平常心看待输赢。啊，你别讲啊，我战斗蓝呐、啊。我最近啊，恁建议者讲，你讲和平奋斗。就中国的民主自由，安尼选票反正起来，你袂使常常讲啊，台湾是台独啊！你目前的事实就是，中华民国在台湾是民主、自由、法治、人权的国家。这么目前的统治权范围就是台湾、澎湖、金门、马祖。民主进步党伊无要去反攻大陆哦，你。中华民国啊，你有法度守护中华民国的民主、自由、法治、人权的国家，这是咱台湾每一个人爱遵守。感谢大家。所以，各位朋友，大家好。家事国事天下事。2024年的总统选举，哦啊，这就真精彩啊！这就显现讲，咱台湾是民主、自由、法治、人权的国家。啊！大家拢爱珍惜，目前叫做中华民国。最近嘞，大家讲，你啉柠檬汁好无？啉这种木瓜牛奶好无？这样爱看每一个人的体质啦。啊，我今仔问个中医师，中医师讲，你啊柠檬汁啊是较有酸性诶，食食了啊，就爱搁漱一下口。啊，我通常是用会去刷牙啦。讲一个抵押前内容变更，抵押前内容变更，你啊双方大家合作，等因啊等等个就好。啊，都世间就是有专门占故意的人，占挑工的人，占刁难的人。啊，所以大家就爱讲柯文哲入去内底，唔通是毋是被胁迫，还是被什么？我来看郭台铭。我来看郭文哲，啊，来形容柯文哲去看郭台铭，啊你，啊你啊被胁迫，你柯文哲你会讲啊，这个共识无效，你爱赶紧讲啊，这个共识无效，我被你们胁迫，啊，这是讲一个法律观点，大人大政啊，签落去啊，脚脚后悔，啊，应该是袂安尼，蔡壁如嘛讲啊无啦，伊个大人做个代志应该袂后悔。交7000几万，财政纪律里头，敢有互遮个人，有生存的空间？啊，所以我来讲遮个原因就是讲，每一个人吼，每一个人伫立场，啊，你莫去勉强人要安怎做，要安怎做。啊，我都正百万人啊，我连署，啊，你都要叫伊讲退选，这毋是民主、法治、人权国家的现象，这就是独裁专制的示范。大家冷静思考，柯文哲
咱来看阿嬷，我顶年去啊采访人民最大党的时阵，伊嘛讲人民上大，人民唔是选举迄间上大，人民是永远上大。咱伫台湾是民主、自由、法治、人权的国家，大家拢爱珍惜。也是语重心长讲，台湾哦，爱好好珍惜。我也看到，有也是啊，唱口调啊啦，有也是用，迄叫做，我之前讲尔虞我诈，白云山人是讲破局和成局啊，唔是单局，是成有胜局，无胜局，叫破局，还是胜局。